看看你们是，我来仙女的，啥是我来仙女的啊？什么是我来仙女的？来，没有点关注的，我们左上角的小心心点一点，点点关注不迷路，好不好？开启我们缘分的第一步。喜欢领克汽车的，如果你跟我是同城的，权力方的立方称。那要问问你们，你看我的扣个一，看腿子的扣个二，看车的扣个三，我看一看。前两天怎么不播？前两天有事儿啊，前两天比较忙啊，前两天比较忙。脚尖加固了，脚尖加固了，打哪看出来脚尖加固了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。打哪看出来脚腿上咋那么多蜻蜓？这是蜻蜓吗？这是蚊子啊，这不是蜻蜓啊，这不是蚊，这是蚊子啊，这是不是蜻蜓啊？来，没有点关注的，左上角小心心点一点。主播是你，冬天里的棉袄，夏天里的雪糕，你肚子饿了的小面包啊！我们每天早上9:50和下午3:30直播。这高跟鞋，高跟鞋不好看吗？来，左上角没有点关注的，点点我们的小心心啊！点点关注啊，帮主播冲一冲粉丝，好不好？帮我冲一冲粉丝啊，帮主播，主播是34岁拿的奖，来打在直播间，你们猜一猜我是多大的？多大的猪？多大的猪？多大的猪？打在直播间，你猜对了有奖啊！猜对了有奖，看看你们觉得我是多大的猪？多大的猪？打在直播间，你们猜一猜。挡住我，我喜欢你的心。错了，我不能去你心里，我怕你心里需要戴口罩。是万一是一个公共空间怎么办？来，我们左上角的关注点一点啊，双击屏幕帮主播点点赞啊！人情地生宝，人懒地生草，对不对？我的话不多，句句都是掏心窝。我的话不多，四川话啊。宝屁龙，宝屁龙是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是骂人的话吗？这是骂人的话吗？哎，我这个什么，承蒙您的出现，我喜欢一辈子。我有可能这个月会去成都，我有可能这个月会去成都，有可能我这个月会去成都，但具体什么时候我还没有定啊。但是有可能会去。对头，要不要成都请我吃个饭？请我吃顿火锅，串儿串儿。重庆我不去，重庆那个地方太累了，全都是山路。你同一个地方，你叫一个车，那司机跟地图上同一个地方，你在楼上。